这个计划是专为热爱 Unicity 产品的忠实顾客而设计，顾客可以更简单快速地成为会员。以此计划加入的会员可以享有会员价，同时有机会获得产品回馈金。这个计划也可以协助经销商迅速扩展事业，加速成交的频率，并获得额外更多的报酬。现在开始加入 Unicity 有两种选择，成为经销商或会员。目前经销商在入会时需缴交入会费、身份证等资料，当维持活跃100分并符合资格时可领取奖金。成为会员则免入会费，不需身份证件，只要在线上填写基本资料，30秒就可以登记成为会员。会员唯一的回赠方式是透过介绍朋友加入会员并购买产品，从而在朋友的订单中获得您的产品回馈金。产品回馈金可以用来折抵自己下次购物的消费金额。会员可以随时转成经销商。当您会员推荐另一位成为会员并进行购物时，您将持续获得此人每张订单所产生的产品回馈金。举例来说，会员一可以领取其推荐的会员二加会员三订单积分的 10%， 会员二可以领取其推荐的会员四加会员五订单积分的 10%。请注意，为了获得产品回馈金，您推荐的人必须使用您专属的会员编号进行测，每位会员推荐的人数没有上限，所推荐的人购物越多，你领取的回馈金越多。回馈金会在推荐人每一笔消费完成后自动拨入会员账户中，每位会员每年最高可获得价值600美金的产品回馈金。这个计划可以帮助经销商在推荐的会员中获得额外的业务发展奖金。当经销商累积个人积分在100到499，则可领取 10%， 500到999可以领取 15%， 1000分或以上可以领取 20%。 经销商直接推荐的会员及其直推会员下线的总积分均可计算在团队积分当中，如经销商维持经理或以上职级，更可获取 5% 的组织发展奖金。请注意，会员的积分不会计算为团队发展奖金发给上线经销商，所有会员的积分亦可视为独立组织线被压缩。在本页的例子中，作为经销商的您在组织线压缩后即可达成董事位阶，可以获得250美金实际逍遥游积分，并可按董事位阶计算该月奖金。假设此经销商已完成个人累计积分1000以上，即达成了董事位阶，可获得以下三种奖金：一、业务发展奖金，所有会员购买积分的 20%；二、团队发展奖金，除了会员外，其他组织线最多5层的 5%， 加上三、组织发展奖金，包括会员在内，所有组织线5代的 5%。 加入会员的方式很简单，您可以透过网址官方网站或官方 LINE 的经销商专区找到会员计划的网站页面，接着填写基本资料，输入推荐人的会员编号、姓名、电邮、电话，并自行设定一组密码，请牢记此密码，不另行做通知。输入完之后点选确认，接着画面会显示一组您的专属会员编号 ID， 会员编号 ID 就在您的名称右方八个号码，请牢记此会员编号，作为日后下单及分享给其他朋友入会时使用。记下您专属 ID 编号之后，即可按立即购物进入 iShop 进行线上购物。会员可以登入 iShop 网站购物，并有机会折抵消费金额。目前线上购物仅支援信用卡付款，会员也可透过分享自己的 ID 给朋友，并透过朋友日后每一笔的消费来赚取回馈。为了赚取回馈，请务必让朋友在加入会员时在推荐人会员编号的栏位中输入您的专属 ID， 确保您朋友们每一次购买产品所产生的积分都会以回馈金的方式进入您的账户，即刻加入会员，开启您的旅程。详情请上会员计划网站。更多资讯，欢迎关注我们官网及社群账号。